什么情况啊？难道又是隐藏剧情？大哥，帮我解一下呗。안녕하세요，사와디카。大哥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我知道干咱们这一行的无非就是想要钱，对吧？我很有钱的，我可是这边最有钱的富婆。你想要什么呀？听说你有一张藏宝图。怎么又是藏宝图？怎么主剧情变找藏宝图了？有没有？有，叫出来。大哥，隔墙有耳，你过来，我悄悄告诉你。别给我玩猫腻。就是。梦琪，他没死。哥，你咋在这儿？我再不来，你们要搞到什么时候去？寨子人都快饿死了。还有你也是，不是让你赶紧把黑子带回来吗？怎么去这么长时间？我不是给你带过来了吗？你带着花花先回去吧。藏宝图我来想办法。你来想办法？都什么时候了？本来一切马上就要成功了。现在全毁了，不然你来。哎呦，没事，花儿，你先出去，我跟你黑子哥说几句话。去吧。你到底在磨蹭什么，哥？我没有。